终于来了。为了等汝，本大人都将这些无趣的书翻了几十回了。罢了罢了，这些小事就不予计较了。首先，报上汝的名字吧。还真是和预言中的一模一样呢。靠近点，让本大人看看汝的模样。蒙受不白之冤的王子啊，此等幻境是吾降于汝的恩赐之梦。那注定需要超越的宿命之苦，将令汝体内的纯净之魂愈加强大，所以绝不能就此屈服。他将会在合适的时机将汝带到吾的身边，在此之前坚强地走下去吧。是哪儿？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这些怪物倒没时间思考了。请指教。竟然和我一样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去死吧，弑君者！你这个废物，你毁了！
肃静，肃静！奥古斯的民众们，今天是帝国历史五年英雄王陨落的第十，我以神圣奥古斯帝国之此人蓄意谋杀皇帝，即刻判处绞刑。不，我没有。把你的头抬起来。身为奥古斯王子，不可以露出那样的表情。所有人按照计划行事。您，老师，带他走，塔蒂尼。剑圣，跑起来，快！去，将他们带回。所有卫兵听令，快！跟上我！为了一个罪人，这值得吗？他有没有犯下罪行？神圣而公正的审判。现在，咬住他们！很快，他们将无。怎么回事？法尔苏斯。是你一手策划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这对你而言，其实你知道，这根本……但我只需要困住你。按住他的身体，只要将这颗神之泪植入他的体，就能帮助他在另一个世界中维持。另一个世界？没时间解释了，照我说的。神之泪的融合会有些痛苦。这，老师，这不可能。难道说，有什么东西将他困？死之界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那是王者的弥留之地。准备好了，塔蒂尼，我将撕开一道通往死之界的裂隙，机会只有一次。我们听好了，这场处刑背后一直关系到两个世界的命运，我不会让你的生命就此。这是怎么了？面具侵蚀了他的自我。千面之神，
我这徒弟究竟何德何能？你这等，你所做的一切，我都看出万不切实。老，他似乎还拥有意识。看来神之泪开始起作，现在教你运用体内觉醒，集中精神。我只演示。云满千山。毁灭！挣扎着向下，我们被太在前面了。预言之死，直到你开始凝视深渊之地。起初，神创造乐园，神赐予人永恒的灵，并分享着流光之时佐哈尔的光辉。没有一处人不可去，那是光照不尽的地方。当好奇的人受面具的蛊惑，步入了阴影深处，神大怒，降下天罚。既如此，我必将世界分开，你们将永世戴上面具，不知对方的灵。你们在地的身必将世代受苦，偿还你们的罪，而你们的灵将坠入混沌的渊与阴影长眠。从此世界被一分为二，佐哈尔的光辉熄灭了，人的灵坠向混沌的深渊。无尽的罪孽向外蔓延，神永远离开了。醒了吗，人类？我可是费了好大劲儿。喵，等等，这是一只会说话的猫。哈，一醒来就那么咄咄逼人。我知晓你的身份，而你能来到这个安全的地方，可都是我的功劳。喵，不妨先放下戒心听。你是说？我穿越，纠正一下，是掉到了这附近。然如果放着不管，你恐怕已经被深。可我记得，我明白了。对了，娘，那么快就接受我的说辞？不，好吧。不过你想要知道这些，你还记得你从刑场逃？我。不对，我应该已经……没错，你的肉身已经消亡，
因为你的灵穿越了死之界。一般来说，这死之界是我人的灵在去往彼界之前。死之界？娘，你居然记得？也不全是，在那里应该是发生了一些。死之界的记忆本不该存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嗯，对了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，我可可是知识极其，所以刚才你还有什么问题来着？我来给你解。失落的乐园，时间，这地方的名字很多，但我更回音之上乃身与回音之下乃醉与灵的身。听好了，你的诞生，你的死亡，跟我来吧。这是佐哈尔水晶，去触摸它吧。如果你就是命定的超越者，然后你会得到只属于你。吉娜，真的是你，我以为再也见不母后父皇哥哥，大家一个接一个的离开我，是雷吉娜做错了什么吗？抱歉，雷吉娜。不，该说抱歉的是我，拜托大家向审判长大人求情，可是最后你为我做了太多。老实说，我知道刚，所以还有其他疑惑。深渊是与现实对立的，两个世界既相互独，就像灵与肉身的关系。深渊是，你看那座巨门是通，只有你的力量可以启动，你需要亲身体会。做好觉悟了吗？喵。
日安，殿下，有关德洛丽斯小姐的事务，请交由小姐的执事，也就是我。安特斯皮亚，绝望堡治安队第二分队新晋小队长海蒂维格蒂斯向您报道。我的脚步不会停止，我的脚步不会停止。海雾，恩大爷，恩啊，雷吉奈，时间。随时可以行动。感念神。嗯，呀吼！